我现在买了一个，买了一个这个平板。嘟嘟。哎，我先看一下，我看没。嘟嘟。Net Marble。想要开始游戏就请点击一下。我先开那个好了，我先开新手模式好了，因为我这个账号有那个有厂商想要我教给大家看的东西。不过我觉得我先登出，然后换一开始的账号给你们看，一开始的角色给你们看，这样比较好。一开始我们大概花个15分钟的时间讲前面。等等等等等等他这是玩剧情的，我稍微玩了4个小时，然后他就是玩了大概都是玩剧情前面，然后一开始就是要先选择昵称啦，每个手游都一样。我们先来叫个我爱大舌头好了，算了，没有，我这随便玩的，所以我不是前面我是随便先用一个教学，所以我先用一个简单的 ID。Nice wins， 然后这游戏有三个职业，第一个是陆克，他有声音，我现在是不是讲话太大声？应该还好，他就只有三个职业了。然后一个是盘古，他是攻击力比较高，然后再来是精灵打雷雷。好，今天我要玩的是大雷雷，厂商说叫我介绍大雷雷，这就是 Raven。 对啊对啊对啊，他只是改名字而已，他改名字。天心耿耿鹅，他是陆客，不是大陆客。好，前面就先跟你讲一些故事。他这个是师徒关系，左边呢这个是我师父，右边这个就是我本人啦、啊。你看我这个啊，够打。好，然后他是音配，然后加中文字幕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花了蛮多功夫在剧情的铺陈上面啦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介绍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带过。所以如果你想看剧情的话，等它正式出来的时候再慢慢看。它基本上就讲说，就是他们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些魔物的诞生。然后前面就教你一些简单的。那因为这个是一个 RPG， 所以你必须就是像这种基本的手游操控，有没有？左边移动，右边攻击的，这应该不用我教了。啊！丑不拉几的哥布林来了。好，师傅说他要救女人。OK， 那剩下的就交给我啦。白痴，师傅在后面，他就看我在前面。那其实一个人基本上就是四招技能，然后技能的数量取决于你的武器强度，然后还有一个基本的技能是翻滚，在右下角这边，然后它跟一般手游一样，也有一个自然攻伤，不，自然攻伤，自然战斗，自动战斗，可是自动战斗它只会普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手动按技能，这就是一个懒人模式啦。可是如果你不自动战斗的话也是行，你就是自己在那边一个一个打。只救女人，师傅说
怪给你打，这是磨练你的机会。自动工伤。哦，怪物抓了丈夫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？本本我看多了，我知道。你哪看得多？你想对丈夫做什么？我都知道。妈，这半兽人怎么长那么像 Duke 啊？然后对方魔王的血条在上方，好不好？等级一半兽人战士。我们基本就按一个自动攻击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每次打赢一个小 boss， 他就会有一个类似胜利的动画，锵锵锵锵锵，锵锵锵锵锵。哎，好，他前面就是用了这个女性村民跟她丈夫所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来带入一开始的游戏啊。这个游戏就是。这个世界观有没有黑暗魔物的产生，然后要来抢这个世界的资源，然后现在我要去找公主了，女王陛下，讲错了，女王陛下，我们现在先去找女王陛下啊。然后这个是一个主游戏画面，先跟大家讲一下。对，就他妈靠腰啊，我怎么按不回去？等一下，白痴，我进去了啊，算了，等一下再讲。好，我们到了皇宫啊，先找女王陛下。哦，女王陛下，塞碧罗斯的光明女王陛下。白痴，你看得到他的脸？真的看得到吗？好，看得到，勉勉强强了。Dominion filled his letters with. We rescued some townspeople being attacked by a horde of monsters. 哦，又是路西法，这种美式的那个反派角色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名字。恶魔之王路西法。好，没问题，师傅，我先带公主走。师傅去吧。King。我要去帮师傅了，女王陛下在这边等我，我随后就来。啊，我先按一个自动战斗，锵锵锵锵锵，啊哒！这个自动战斗只会普攻，所以记得要按技能。好，不要以为自动战斗以后你就跟神一样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游戏的动作跟流畅度是够哦。师傅，师傅，麦昆啊，师傅 ！Sir Dominion, what happened? What happened? Wake up, please. Wake up! What a pity. He fought valiantly. 哇，你把我师傅怎么了 ？Mortality has its limit. What an overwhelming. Oh my god! 原来是你害的师傅。啊。哦，原来我是被命运选择的人，好不好？所以每个人只要玩这个游戏都是被命运选择的人，这么多人就对了。好，路西法要叫他的小喽啰出来跟我打了，从地板上面慢慢的浮出来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 ，Duke？ 白痴 ，Duke 戏份那么多。I'm not done with you. Come back and fight me. He 叫聂加尔啊，不是 Duke， 认错了。
Such a stubborn mortal.哦，后面这个是天空石，我是被选上的人，所以天空石会帮我。哦，我看起来变猛了。我要换他，对吧？每一个游戏，就是每一个战斗打完以后，它就会有一个片段。我等一下被打死看看好了，我还没有被打死过，就是游戏开始，它不会这么容易让人被打死。其实还蛮难被打，哎，我怎么跪了？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主线剧情，所以只要你跟着王宫走的话，就是跟着主线剧情走。然后他一开始就会希望你一直跟着主线剧情，然后让你了解整个故事的背景。好，我们前面就先这样介绍，然后我现在先返回主画面给你们看。等一下，我这边把按完。好，这个详细剧情呢，等游戏真的出了以后呢，再你们自己再有空慢慢看一下。好。那它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界面啊，这个界面呢是装备，一个人身上是装一支武器跟四件防具，头、胸、手脚，这、就是很基本的 RPG 设定。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，穿了以后你再继续玩。然后它是纸娃娃系统，所以你穿什么装备，它就会在左边显示，对吗？有没有看到我角色？所以如果我把它脱光光的话。等一下，我按到哦，它这边也是一个基本的铁匠合成，就是一样 MMORPG RPG 一定会有的东西，就是让你的装备升级。等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装备上面会有你的技能。等一下哦，他现在一直在教你怎么玩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的武器技能现在只有一个风之漩涡，然后等一下我开一个账号，你们就会看到比较多的技能。他的角色技能是决以你手拿的武器去决定的。好，我先开那个我比较猛的账号，我先把画面给关掉，不然的话被你们看到我的账密就爆了。小玉豆花。有没有脱光光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等一下偷偷看。等一下，我先登我账号。哎呀，我变身了，我变成妖了。这边有一些神秀跟前导在哪里？等。有奖励，那这些不是我的奖励，因为我是宇宙队。这游戏好像没有 VIP 系统。我记得啦， VIP 系统通常是那种大陆手游会有的东西，就是你出资多少累积多少。诶，好像欧美也有，欧美也喜欢用 VIP 系统。然后可是这个因为它是韩国的游戏，但好像没有。我仔细看一下商城，然后它没有。好，这就是我的角色啦。这是厂商给我的角色26等，他要来让我来秀一些东西。首先我要秀的东西呢，就是脱光光，脱啊，基本脱光光没什么东西啊，这游戏是一个普罗大众都喜欢都适合的游戏，所以他脱光了以后是一个内衬，好吧。他脸是没有办法做纸娃娃系统的，所以你每个人脸都长得一模一样，好吧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我有等级最高的是神话。刚刚游戏在 loading 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注意的话，就是这个游戏总共有6种等级，神话是最强的。那我现在先自动装备，让他帮我这个神话，也就是守护者套装系列。
他总共有守护者一套，高阶妖精第二套，刺客第三套。哎，这样他怎么好像有点多套？他不是说他给我四套吗？好，我们先用这个，先用哪一个？这个是双剑嘛，然后这个是，你看哦，我这个是剑盾，剑盾它的技能就在这边，它总共有四招技能，它会随着你的武器去变。我们这边如果是拿双斧的话，它也会随着武器去变，它是暴风伤害的。然后这个是火焰嘛，然后这个是精灵双剑。那我们先来拿个星月双斧好了。跟，哎，这是双斧还是双剑啊？靠腰啊！看没有，我他妈，我到底拿了哪一把去了？白痴，我脱掉了，靠腰。我们先拿一个闪电之刃，你们想看哪一个？闪电刀刃，暴风闪电刀刃，然后我们再带。白痴，他这么多刺客装好了，他刺客装是攻速套装，他这个游戏有套装系列，所以我们带攻速好了。是刺客头盔，刺客鞋、刺客头盔啊，我刺客衣服嘞，刺客盔甲，我还差一个刺客手套。OK， 好，我有一种变黑妖的感觉。好吧，然后呢？你虽然在一开始选了一种职业，可是我记得我今天我看到的时候，他可以更换角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试试看好了。就是你虽然玩了尼尔，可是你还是可以玩陆克。这是盘古嘛？我们玩一下陆克，陆克在这，我们可以直接买陆克。他是花里面的游戏币，他不是花台币。然后。我现在，我买了陆克了以后，我可以用吗？选择，我就变陆克了。然后装备好像不共享，对，装备不共享，我不能用啊。我看一下，对啊，我不能用。好，那就没什么用，我还是玩我的精灵好了。Go， 然后呢？这个游戏有讨伐战，讨伐战呢就类似副本。我现在我这个装备很强，所以我们先去打看副本。然后讨伐战是可以跟你的队友一起玩，可是这个红龙有点弱，没关系，我去碾压他。就是这边可以组队，然后去挑你的队友，然后也可以去加，可以去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像我现在这个应该是测试伺服器，所以这边都是 AI， 它就是防止这些边缘人没有队友啊。靠腰，我刚忘了讲 buff 了，这进副本之前可以 buff。好不好？这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副本设定，就是屠龙。讨伐战，然后基本我也是开了自动战斗啊，可是我在想我会不会两刀就把他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因为这个龙是新手龙，我这两刀我就把他杀了。不是，第一个是这个龙是真的是弱的，第二个是我的装备真的是很强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来乱的。他有没有别的怪可以打、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探险模式以后才可以触发讨伐战。好，然后呢？游戏当中呢，除了主线以外呢，第二个就是探险了。探险要消耗你的体力，一个人就是这上面这叫什么？这叫行动力。对，一个人最满是10吧，然后你后面等级。好像都不会影响的样子。然后你的钻石也就是台币应该就是花在买这个跟买抽装备，应该是这样子。
对，然后这个部分就是消耗你的行动力的一个来源，就是刷装，简单来讲就是刷装。然后你只要通过一次，就跟一般手游一样，它会有扫荡功能，就是花金币就可以扫荡。然后我刚刚没讲到的是 buff， 你进副本之前就是都可以买 buff， 你把它打勾花金币就可以买，像是攻击力加 10%， 防御力加 10%， 血加 10%， 或是自动使用技能等等的 buff。该转蛋了，等下转给你看。然后它这个游戏就是会有自动视角，它有远视角、近视角、自动视角。我这装备真的是太猛了，我一刀一个。等下我先不自动战斗好了，秀技能。这个是第三招，哎呦。反正这一套装备应该是指攻速快的，所以它的攻击段数是相对高。然后它的这一招都是召唤它的守护神，有点类似守护神的东西。他应该只是要我秀一下技能长什么样。白痴，我他妈冲过去一刀他就死了，我根本就按不到技能。We have marched to retain the balance of the world. 他这是刺客装备。十五等。等一下哦，我先看他给我什么。我记得他有叫我抽东西。白痴，怎么那么多抽奖券？这是一般任务破的就会有抽奖券，然后你就会抽到什么紫装啊？等一下，它是白、绿、蓝、紫、红、金，对，叫红就是传说卡，这是很强的装备了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我已经有神装了。他给我了1000个水晶，50万，100个天空石，100个防具石，防具天空石、武器天空石跟饰品天空石应该就是充装用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来抽。这个是，我商城在哪里？嗯，好多人哦。等一下哦。这边，这是特殊武器箱，这是一个英雄级装备嘛，300钻。它是用武器箱、防具箱、饰品箱来分，然后我现在没有饰品，所以我抽饰品吧。好，抽。那哪个是哪个啊？这个是银的吧？哦，这个就是一般的稀有卡。这是金的嘛？噔噔，紫的，噔噔，紫的，噔噔，紫的，金。白痴！我要再抽一次，妈的，怎么可能没抽到？白痴，怎么两金？噔噔噔噔，要整理背包吗？好，整理一下。为什么抽不到？电点卡的，为什么？哇，行星，刚刚说安相机电点卡，乱象吧？我该卖卖一卖哦，蓝色的。我应该不用冲等级了吧？因为满等应该就是30等。我怎么卖掉？伴奏。他这个你反正你抽到的装备，他应该是要你这个铁匠布，然后去升，就像刚刚一样。可是因为我这个已经等级上限了，我已经30了，他给我是30等，所以我没办法。
欸不对，我记得可以合成啊，等一下，我记得可以合成，对，林老师嘞，欸三十级以上，哦靠腰三十级才能，那我再抽。这游戏其实，如果喜欢玩 PK 的话，三百钻是多少啊？我看一下，三百钻多少台币？反正地面或野外打架，交易交易交易等一下哦，混战中最强，所以混战你一定。为什么按不了加？混战中攻击一定打最急。还是要骑士还没有开。像我这种全盘的，按不了。哇，看不到，他不给我刷。好，再抽最后一次，我相信我一定抽得到的。他初期建议还是。白痴，还是叫我整理背包。玩乐是玩乐。我先把这些卖了。哎，不对，我不应该卖这些，这些得要重装。我应该卖我的装备。三百钻应该要300台币吧？这应该基本换算吧。欸、我不能硬抽欸，他一定要我整理包包空间欸，小气鬼，装一下好了，升级，我先把它吃掉，我先把它吃。吃，他三角我都买不起来，不然我想拍一下那个袋子小心给他。他刚才小心说三角，吃，我都打架看旁边有一只在小心玩的麻烦。不过你不同职业带不同零头，会比较细。像我这只，我自己有带的，抽，老狐狸。哦，帮按一个，你有没有空？我按一个，白痴！没有人叫你按中间的，他给我按到一键，哎呦，没赚了啦！不是啊，他不是一键，不是哦，白痴。你这样子完全没有期待的感觉。我按到一键了，对你按到一键开启了。我都是蓝猫啊，我屁事啊！你还能说？哦，没关系，我没赚了。不能带了。每日探险，好入场。每日副本一天只能开一次。我想刷最难的。小大哥，我们先把装备换一次。刚刚我们秀的是刺客全套嘛，我们现在要来秀别的高阶精灵全套。哎、欸，我记得这秀过了，黑暗妖精好了，黑暗妖精黑妖全套，黑妖全套呢附赠的装备属性是什么啊？我看一下，暴击。暴击几率有没有满装的黑妖是几个？加 5.25%， 5.25%。这边可以看我最高属性，我现在暴击是 49%。我们等一下再换另外一套看暴击多少。他这一套装备是暴击装 ，Go！ 可是我在想，会不会我进去又把他们一下都秒了？一点都没有，打太多了吗？低耶。每周探险，妈的，他怎么长得跟我一个样啊？等一下，我先不要按自动战斗把你杀死，我先试试看技能。叮，
不是我的错吧？这应该不是我的错吧？真的呢？你知道害了，白痴，白痴。被骗了，靠北。我打困难的。啊，他可以直接调困难，靠腰。我刚按到那个，我刚按到普通的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秀一次困难给你看。我要来看一下困难的。直接买100钻，是。好。秀给你们看，夏朝师兄，怎么他是男的？不是，他给我装备太强了，我要秀技能给你们看的。我先在这边原地秀一下好了。这是我刚刚叮，好，他就是一个火焰。这个是因为我拿的是盾牌，所以他是拿盾牌往前冲。他这个嘞，好，往前砍一刀。这应该又是招手无神，哎，好，那我大概懂了。然后他这是滚啊，他这是有一个基本的翻滚，一拳超人，不是，他给我装备真的太强了。哦，好像有得打哦。哦，第一区，第一区，还有是不是？我好像真的有在玩游戏的感觉，刚刚太快了。有，第一区有在打了，可是我好像不掉血。哦，这个角色我知道，刚前面那只叫这一只，我大概知道这两只是什么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钻地了？哎、欸，我有在扣血了，可是我是不是可以吸血？嗯。哦，第二区，他前面是这两个，那后面该不会是 My Blade 的 Issues？ 哎、欸，我在扣血。如果我拿神装，然后我打不赢，会不会很糗？哇、哦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好多人哦！哇、哦！我用远视角比较……哎、欸，我死！哦，不对！我嚣张太久了，不对。等一下！他们了，妈的不信，妈，老子怎么不多钻石最多？我跟你拼了！嗯，嫩，好，我们来看拿到什么？哦，20个，所以打最难的是20个。那我们来冲装好了，刚刚该抽的抽完了，那现在就是要来冲装了。冲装。铁匠铺，哎，我要怎么冲？我看一下啊，我想一下，突破吧。我先拿我刚刚爱用的这个好了。这个是加暴率，哎，不对，都是加暴率。拿一下双剑好了。
白痴，这是相同装备，他让他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相同两个装备，然后就可以突破到40等，所以满等是40等，然后每突破一次是2等，然后进阶是这个30级以上传说级，不拿这我已经结果了，合成白痴，我的装备就最强了。哦，来冲一下紫装给你看好了。这个是升级，这是我们刚刚试过的嘛，这叫升级，就是你吃装备，好吧，吃装备升级到满等30等，叮叮叮叮。然后合成这个到50万，这应该是不要进阶，进阶就是提高一个阶段哦，所以它是直接提高一个阶段变传说。哦哦，它怎么那么猛啊，敲一敲就变红的了。那再一次，哎，传说级以下才能进阶，靠腰啊，进阶不了了。啊，算了，红红的就好了。我们刚刚是黑暗妖精嘛，我现在来一个月光仙子了，回避率加 6.5%。慢你睡过头了。月光。三号道理，月光精灵，那你叫脚踏车带他去解啊。哦，月光精灵看起来比较正，换一下武器好了。我来打个再难一点的好了，这个讨伐战我不能玩了，欸、对不对？探险模式才发现的了。白痴，我要一个一个打过去啊，我不能直接跳关吗？我不能直接跳关，白痴，我最好是打，我最好是要一关一关一关去打。再看一下王宫好了，他有武器，武器必须要成化才有四招。我们刚刚拿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粉红小精灵。这又是什么剧情？白痴，我时空穿越了吗？哦，师傅。白痴，这怪我又一刀就砍死了，他妈破坏游戏体验，破坏我自己的，我决定乱按技能。哎哎，哎，这我是不是用过了？啊，这个武器我用过了。哦，这是我师傅。师傅回起来了，他应该问说你是谁吧，照故事的逻辑上面应该问说你是谁。啊，我就知道啊。Please forgive me. I am a traveling mercenary. A mercenary? Yes, sir. I. How could I forget? 啊，果然认不出来。It would be my honor to. 嫩。我应该可以一拳就把他打爆。这真的是破坏我游戏体验，他真的是一刀一个哎！你看师傅在旁边，就跟八旗没两样。师傅，机械傀儡被我杀了，师傅，真的是不知道要你干嘛哎。
you have not mentioned a word about money. Why do you hesitate? 你想问我身份？对不起，我现在不能说。不行，我不能说。Sir Dominion, his map must be surrounded. What do you think? Sir Dominion, you do not have my trust. Thank you. 好，这个剧情就是要慢慢破了。我想我应该要把剧情打后面一点给你看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该秀的都秀完了，我该秀的都秀完了。好，因为今天我就是要来秀精灵的。好，这个神话装备在我手，回避率我们刚刚暴击是49%嘛，我就自己看一下，我现在暴击变42%，好像没差太多，我觉得是我装备太强了。啊，这游戏比值是现在看不到的，没办法，看不到。所以到时候游戏出的时候，自己再度思量一下吧。可是我这样看好像还好，他200钻就可以买80万，感觉是一般般的。然后他就是开图鉴啊、成就啊，这是套装，他这边都有套装，陆克、尼尔的套装、盘古的套装。它其实就是一个收集游戏，我觉得啦，我个人认为它比较偏收集游戏，就是有点你想要穿什么样的系统就自己去穿。OK， 今天又开到这边啦，不，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啦。然后因为这款游戏还没有上，所以你想要玩的话呢，可以先去事前登录，事前登录的话可以去送别的东西，啊，它可以送取宝，预先注册连结。游戏应该要快封测了，我记得我看到消息，我看一下，3月24号，对，就是 Utin Love 冰仙，现订阅4个月，3月24号封测，然后你除了给我你的，不是，用我刚刚给你的这个连结登录以外，你也可以去 Google Play Store 参加预约登录。然后也可以去 Google 搜寻这个 Evil Band 这样就可以预先登录啦。好，预先工商到这边啦。练不练这个游戏花不花钱我不知道，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我看不到钻石要花多少。Nice 摸死，工商完了。Nunakajima 谢谢订阅。OK， 现在不理你。努纳卡基玛。